危机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用很正面的以我们社会力量而得到纽约时报社论正式的，在几天前的社论正式的来力挺台湾的婚姻平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走在亚洲的前端，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在台湾许多支持婚姻平权跟同志权益以及人格尊重的运动大家努力的成果。当然这几年来我刚说有点感动，因为我第一次提出修法的时候，当时的同志游行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在参与，但是现在两三